下一段的这个，今天我们乡亲跟地主的一个意见哦。当然，我这边也做一个补充哈、哦。这个原先计划核定之后，现在因为经过都市计划的这个程序，也已经确认说取消阿林市车站嘛，所以这边我们还会去呈报这个修正计划，所以这是做一个补充。好，是不是今天有这个实际的这个地主的代表这边，是不是有没有相关的意见要提出来？正章禁止代表，这个地方有点看不太懂，就是所以目前所谓的征收的这个部分，就是说这边写到第27哈、哦，就是对原地主并无妨碍或加重损害，而经设定或征收土地地上权，土地所有权人能保有所有权。这个部分的话，意思是说，这个我们不太了解那个意思。好，好。是不是还有其他意见？你可能要搭配看一下30页，到时候我们再一起来确认。这个到时候我们再一起来说。还有没有其他意见？如果没有的话，是不是我们就先针对地主的这个先做一个地主是哪几个地主？对，今天我大概先说明哈，一开始我们大概就讲，就是说今天是针对阿里山暂停不会是在福德街的这个地下的这个部分哈、嗯。我们现在进行这个暂停征收地上权的作业。嗯、那因为征收地上权之前，依照土地征收条例的规定，要召开2次的公听会了哈、嗯。那当然就说，因为我们公听会的程序是邀集除了地主以外，附近的相关权利人都可以来参加这个公听会了。那所以说，大概当时的一些通知书还有公告等等，会有在里长、里办公室这边都会给一份嘛。那所以说，各位乡亲确实是附近的那个相关权利人嘛，那当然都来参加这个会议，这边问题。那我在想，就是说，是否先针对正章禁止女士的代理人蔡先生这边哈，钢铁这部分我先做个说明了哈。那蔡先生提到，就是说，今天我们在暂停部分是以征收或设定量权的方式来处理啊。那所谓的设定量权的意思是说，这两个不一样，我先说明一下哈。设定量权的意思是说，就是说，如果说正章禁止女士她愿意跟我用协议啊签订那个契约的方式来处理的话，那我们就可以签订一个契约书，我们就会把地上权补偿的价金就直接到正章禁止女士的那个账户。那这等于是说类似一般买卖的一个方式啦。那如果说不要用这种方式，就说等于说类似就协议不成的话，就走到征收程序。那我们会两次公听会完，我们会召开的地上权的协议会，那是正式的协议会。协议会完以后，如果说不愿意用签约买卖的方式来处理的话，就会报到内政部来办理征收。征收地上权程序跑完以后，还是一样的那个，会按照市价的一个补偿的金额，然后拨到延章正章禁止女士的账户里面去。那这处理程序的一个方面了、啊、那另外依照我们大街法第19条，还有大众捷运系统工程使用土地上空或地下处理审核办法，刚这些法规一直也出来哈、啊。当然里面提到就是说，因为现在这个暂停的部分是坐在福德街的道路底下，那原先这个道路捷运暂停还没有设之前，它就做道路使用。那事实上就是说，原先这个道路的使用已经受到了一个限制，因为依照现在都市计划，它就道路只能供道路来使用了。所以我们刚刚简报意思是说哈，今天原来就道路使用，并不是因为我捷运从地下使用以后哈，并没有影响到这一个道路用地的主要的用途，因为我从底下过，它主要用途还是做那个道路的使用。那所以说当时这个大街法第19条跟它执法的一个设计的一个定法的一个想法哈，就是说事实上这属于道路用地。那我捷运从地下经过的话，
应该不是说使用到整块地，它未来完工后上面那做道路使用了，所以说依照目前受到使用的限制，我们使用到地下的部分，所以是用地上权的方式来处理。那它的补偿的价金哈，是征收这整块土地叫做所有权，所有权价值的一半，所以计算金额是一半，是这样子来的。因为原先我的意思说，并不是本来就是道路已经限制你的使用了啦。那我的使用从地下的话，并没有妨碍你原来被限制的那个使用，意思是这个样子。哎，那我初步的说明到这边。什么时候加进去？按现在市价的。对，我们现在到市价。不过你还保有这个所有权。所有权。对。啊，如果那个30页也有讲到，如果说施工之后，可以来对于请求，就是说，如果说不能做相当使用的时候，可以要求用征收。但它征收跟协议价钱是一样。目前那个办法的规定，包括土地征收条例，还有我们那个大街法那个执法那个规定哦，都是按照市价。所以说未来就是说我们，这公听会去召开的同时哦，因为还在地级分割当中呢。刚刚讲就是说，因为占地是在福德街的底下哈、哦，那并不是使用到整个，变成地级完全一致啊。那所以我目前也是说也在进行就是说地级分割作业，就是说靠占地要使用到多大。那这个面积正要分割出来，我们今天也找我们估价师出来了，就按照市价来做查估，不是跟以前按照公告限制的算法不一样。那所以说未来的那个补偿是按照市价来补偿给原来这个土地所有权的，市价的一半。一半，对，因为我刚刚讲说这地上权我只是使用到市价的一半，对，市价的一半。第二个价值协议，签协议的话。速度会比较快，对，征收的话速度会比较慢，对，等于还要再加后面的程序，对，那协议的话大概是金额，原则上两个金额应该不会差太多，不会差太多，对，然后协议的话大概是什么时候会签？我们今天我把时程稍微说明一下哈，今天我们召开协议会以后。那大概我们在20天内，公听会，我们是公听会，公听会开完以后，大概是20天到1个月之间会把记录整合以后会寄给所有权人。那完了以后会再接下来召开第二场的公听会，因为依照程序我就一定要召开2场。我第二场就会在记录上就会先把你们上次的，就这一次的发言跟我们的办的情形会用书面再正式的转换文字会在。正式用书面答复给地主这边，然后两次公听会开完以后，第二次也是完成我的那个寄通知的程序以后，我们接下来，那如果说当时那时候就说市价查估的作业也完成的话，因为市价查估很繁复的了哈，但是这程序也完成的话，我们马上就召开地上权的协议会。所以在协议会的时候就会把金额到那个金额。对。那当然就是说，这时间上，如果说刚刚这位先生也讲，就是说，如果说走，就是说双方签约的话，时间是会快很多。那如果说未来是走征收的话，又要我们这最终征收计划书要报到内政部核下再公告1个月。换句话说，时间上最起码会再多个3个月到半年左右。因为所以协议的话，大概5、6月就通过。对，我们希望今年能够把它完成。对，我们会尽快。那你这件是大概多少？对，因为你这块地哈，我们同仁刚刚已经讲，就说我们查过地籍资料哈，因为是共有，有共有。9个都。那因为所谓的要跟我们签约的话哈，要共有人的同意书啊哈，那我们在实务上这好像拿到交易同意书不好拿，所以应该非常的很可能是要走。征收的方式，对，因为要你们去拿下的同意书，这个东西，所以6个人要一致，九个要一致，不能够说有的同意，有的不同意，对，而且要他其他，比方说你是中间的一个地主，那要其他的同意书都出来的话，不好拿，不过也不一定了，就是说，对，帮我们联系了，因为有时候可能。我们不是那么清楚，下次大家都走过，看看大概。对，你们家族是6个，对，另外有3个建设公司，还有2个另外的私人。建设公司应该还好，私人另外那2个。
好，另外我也顺便报告一下，就站体的这一部分哈，我们目前正在做西部设计啊，西部设计完之后，我们计划还是希望这个南区工程处就是我们负责的这个施工的单位哈，希望能够在应该是六月嘛哈，六月能够去招标啊，招标的话，如果顺利决标之后，真正动员的话，因为他得标之后，可能还有一些需要机械啊、人力的动员，大概在半年。这样也许如果顺利的话，也许明年上半年，啊，就会去做车站站体的这部分的施工。啊，施工的话，我们一般就是先把管线啊做一个清理之后，会做连续壁这样。所以这些用到这些私有土地的部分，我们一定要在施工开始之前要完成程序。明年，对，明年上半年，我们希望能够这个展开相关工程。不过，路外的部分、基地的部分、出入口的部分，也许会比较慢，也许会比较慢，因为它牵涉的人数啊、户数啊，还有它因为要参与联合开发，那个方式又不太一样。对，不像站体就是切豆腐一样，站体是那种接电。对。是是好，这样我们就开放给还有没有地主的部分。好，如果没有的话，看看让里长有什么意见。地主已经现在就是没有在发言，那我再补充一下。是，我们讲捷运局的话，这个流程的话，我想还需要是不是要再重新调整一下？第一个。R03站南侧这个哈，你还没有共识之，还没有达成共识之前哦，请你先要把我们福德街这个碳钻探的话，你还没有，已经我好像已经钻探已经一次，还没有报告出来，我们还不要这么出的，要让报告让大家知道可行不可行，好，哦，这个地方，因为福德街91号到105号。后段那个后面的话，那是山坡地，那个顺向坡，你那边也，但是防空洞还是那个探坑，我们也不晓得，所以说那个区块也没有钻探哦，所以说那个最要紧的，因为你还没有共识之前，你那个连开的还没有共识之前，你一定要把这个钻探哦，一定要那个要把它再重新再。后面有没有钻探？一定没有的，好，所以说那个一定要，像如果将来如果那个，那连开的话，如果你把那个站体挖的话，如果顺向如果坍下来怎么办？哦，有个问题哈，哦，你那个还有，重点是后面还没有钻探，没有去那个还没有验，爱福德街的钻探有没有报告？还没有报告，哦，所以说我们。也是要里长也是要先要大家知道，我们这个还没有报告出来的话，请捷运局还是要向大家报告钻探的结果。福德街，因为我们在做细设就会有钻探呢，啊。哎，你有没有报告出来？你说不是，这是我们在做我们的这个设计啊，我们去对。对，啊，那后面有没有去钻探？后面我不知道您指的是哪里的，因为福德街跟各位乡亲报告哈，也好不容易，后面本来有一个计划道路。对，现在好不容易市议会真的是很难得说通过这个预算能够让它开辟道路，所以反而就是以后我们后面反而又多了一条联络道路，这样反而对大家的使用方式更